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我跟大伙打听个事儿啊，看见俺家我闺女没？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闺女就是爹的小棉袄，一会儿不在我就冷，还打冷战了。你说，我闺女特别好认，那就是没胡子的我。初恋的感觉。天哪，高中刚毕业你就把我领家里来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快点吧。你不就快点吧？搞对象。妈呀，我还以为你给我选择哪个大学呢。你能不能快点，一会儿我爸回来了。你爸回来我就跑呗。你跑哪儿去？我爸能闻着味追住你。我爸警犬呢？于脸脸，你会说话吗？啊，那警犬能跟我爸比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爸的鼻子可比警犬还厉害呢。那你爸是真厉害呀。哎，快点儿。什么叫快点儿啊？我不会。你没看过电影啊？电影那个，哦，我亲爱的拉拉布，你今天长得真漂亮啊，我亲爱的。哦，我亲爱的脸脸鱼，你今天也真是帅气逼人哦，亲爱的。哦，我的拉拉木，哦，我的脸脸鱼，哦，两个大傻子，哦，父亲大人，哦，警犬先生，骂谁警犬呢？警犬叔叔，这是先生跟叔叔的区别吗？脸脸，快跑啊！哎，来，站住！哎呀，妈俩子，停！我姑娘让你跑是为了躲我。你拽着我跑怎么的？真把我当警犬？你溜我呢你啊！啊！哎呀，爸，你上那么大火干啥呀？我这是上火吗？傻姑娘，我在发火呢。叔叔，你先发着，我先走了。你先回来，你走之前能把手给撒开吗？再说你拉手就拉手，你好好拉，你搁里边你这挠什么呢？你看我这手指盖，这底下这个小嫩肉一下就给我戳秃噜皮了，这刀枪这顺茬就给我揽下去了，这疼不疼？疼。叔叔，我给你吹吹。你别跟我玩那个豆豆飞的事儿啊！吹吹，站起来。那姑娘，你干啥？你才多大你就搞对象啊你啊？我18了，我成人了。你成啥人了？你才长到人家腰。啊，俺可都说我成人了。你成精了。那谁家闺女你都敢比划呀你啊？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怎么说两句不乐意了？脸拉那么长给谁看呢？他不拉了也长，敬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啊。爸，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恋爱。爸，我们恋爱自由了。我知道你恋爱自由，你再自由你跟我跟谁叫爸呢？你看在他长到你腰那份上，你能不能放过他？那叔叔这样，你定个身高，你女儿长到什么时候我们俩能在一起？待他与你齐眉并肩，你俩才能礼花满天。啥意思？锯腿吧。怎么的？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把你伺候成人了，我接着还得伺候他呗？叔叔，你们俩商量，我没意见。什么玩意儿没意见？你先准备个轮椅吧，没意见。关键你俩太小，这是早恋，你让别人知道多磕碜呢。尤其我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哥们儿，你方叔，叫我呀。这是个什么队形啊？这是啊？这个是怎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他是。这人是不是多一个人啊？这用啥呢？他呢是我那个远房那个四舅，我四舅不在锦州吗？然后去鞍山打工啊，跟一个打井老头啊编那么能编呢啊？我在门口停半天了都，不就是姑娘早恋让你知道了，你怕磕碜吗？咱俩啥关系？这事儿也就是我知道了，换另外一个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看我嘴虽然大，但是严实，这我知道。我说两句啊。老贾的姑娘早恋让老贾逮屋了，这是个秘密啊，虽然丢人，我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不能往外瞎传，毕竟老贾是我最好的哥们儿。我先走了啊，老贾。他一定是你最好的哥们儿吧？
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哥们儿，赶紧给我离开。三零的，叔叔，临走之前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？我想跟我的拉拉木拍一张照片。人家姓贾，这个拉拉木，你给起的，在拉拉木基本上给拉了挂。我就想跟他照张照片，放在我的书桌前激励我，怎么了？要放我的，我比他刺激。好。看见没？就这张照片，我肯定放在我的书桌前，我给你供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发誓，这辈子我闺女不会嫁给你。回家去。我这在家呢。你嘴去。我毕业了。该干啥干啥去。那我搞对象去。这个叫啥孩子？这，哎呀！爸呀，今天我们大学毕业，老师带我们狂欢的，晚上我就不回家了啊。怎么的？所有人都不回吗？对呀，老师也在呢。不信我让老师接电话。不行，我不行。喂，叔叔，我是杨子的老师。今天晚上我告诉你，我俩不回家了。原来是于老师啊，那行啊，我请你马上上俺家来家访，顺便让我好好访访你。三门的。哦，我的拉拉木。你终于跟你的连连鱼喜结连理了，这就充分的证明我发的誓一点用没有啊！我爸爸，差不多了吧？爸爸，累了吧？爸爸呀，爸爸，你是否忘却了，今天是我跟他结婚？为什么接亲的时候却是你在堵门？回答不上来问题，根本不让进呢。关键他的问题实在是太销魂。本以为问他爱我有多深，他就问月亮有多沉。婚宴上的发言振奋人心，就是时间把握的不太谨慎。要问发言有多长啊？沈阳十二时辰。爸，你还知道这事儿呢啊？这婚宴呢都结束了，你还有两个自然段没读完呢。爸，你就那么舍不得我呀？嗯，闺女啊，你是爹的小棉袄啊，你脱了吧，爹实在是怕感冒啊。哎，爸，你先回去，明天我给你买个貂。怎么的？买个貂。前一句啥？你先回去。我告诉你俩谁不？你俩谁也没拉我呀？生年呐，干啥？我闺女结婚，我舍不得她，我在这多待一会儿能咋的呀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看着你俩一样。对，你等我走了，你再搂行不行？我走了，闺女，爸，我想你了。嗯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去给爸打电话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咱爸可终于走了，放松吧。我呀还有一个事儿。哎呀，干啥呢？哎呀爸，你咋回来了呢？不是干啥？你回不回来方便？干这干啥呢？精神病吧？干啥呢？没有，就是开心。不是你开心归开心，我刚才出门就伤心了，一进门就开心，开心怎么不带我呢？开心，没我你俩怎么能开心呢？来，正好，今儿我也没吃饭呢，咱把气氛顶到头呗，喝点。过了，几点了还喝点儿？喝多了他就消停了，大点干，早点散，谁都别熬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孩子们，让我们一起黑起来好吗？好的，爸，玩两拳呢？上一边去，这没大没小的，跟他爹划去，我是他爹。俩，好的，
谁喝酒啊？我入洞房你不走啊，我心里难受开不了口啊，一把握住爹的手啊，女儿大了要自由啊，二把拉住女儿的手啊，爹还跟你没处够啊，三把拉住你俩的手啊，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，四把拉住姑爷的手啊，现在才半夜2:59啊，五把哎呀，下脖了，五把拉住爸爸的手啊，自古三人不喝酒啊，逢点必须有人走啊，六把再拉姑爷的手啊，咱俩谁都不用走啊，你方叔可能在门口啊，阿飞，哎呀，大爷来了，姑娘加个杯，男生使人感动，要撵我走没走了，大喜的日子，那个方叔不好意思啊，跟我爸说两句话，爸呀，你舍不得女儿我理解啊，你说你不走就算了，你还让方叔在外面杵一宿，多冷的天啊，这要是给方叔冻走了怎么整？小鱼没事，我这大岁数无所谓点事儿啊，那个主要就是那个我心疼我的豆腐。都变冻豆腐了，变冻豆腐，咱们又改炖白菜，生活嘛就得多姿多彩，啥菜不是喝呀？爸，这动静咋这么大呢？改天不行吗？我们俩今天新婚以后，我们俩过日子啊。哎呀，我有点不习惯的，我这怎么的呢？我姑娘刚结婚的，我姑爷给我发这么大火，动静这么大吗？你不拉着我点吗？我拉着呢，我拉着呢。你家那个你岳父的脾气不好，你也别说了啊。我劝两句，大喜的日子咱都别吵吵，是不是？我先把我自己摘出来啊，我今天就是单纯卖豆腐的，冻豆腐的，顺便我得把你爸接走，是不是？老贾，那啥姑娘结婚你别捣乱了，走啊走啊，豆腐走啊，耳馋都给我震下来了，一天到晚了我还没跟我姑娘拍张照呢，啊来哎，不好意思吧，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。姑爷，哎，来，哎，老方啊，来，我就不照了，我让你给我们照。啊，那行，我以为我还跟你们照呢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茄子，茄子，你仨是一家人吗？口号能不能统一点儿？看着我喊。三二一，豆腐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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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大外孙女啊，这老爷的心头肉啊！你看多像脸脸，不太像。那像我？也不太像。那像谁呀？太像我了！你看这小胡子长的，爸，那叫胎毛。哎呀，大外孙女啊，那老爷给你买啥了？老爷，你买的是啥呀？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我听人家说呀，说这奶粉特别好啊，这个不上火还爱消化啊。等会儿晾凉了，老爷喂宝喝啊。谢谢老爷。哎呀，你说啥我也听不着呀，这老爷耳背了，这助听器也没带。那个，大宝啊，上小咋样啊？都挺像样。啊，都跟不上啊！那老爷帮你辅导辅导吧。辅导点啥呀？辅导你爬呀！你这多大了还辅导爬呀？你再说老爷也没那体力了，我这辅导你看图识字吧。妈呀，老爷呀，我都4年级了，看啥图啊？还不服啊？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老脸，别晒脸啊！听老爷的。你知道你老爷是谁呀？你老爷就是你学习成功路上的。药引子、面起子、收杯之前的平底子，来，大外孙女，让老爷跟你共同打开成功的大门，跟我学。鸟虎，鸟虎，鸟虎加一层罩是啥呀？鸟虎套，鸟虎套，鸟虎套再加一层罩是啥呀？背虎。背后底下铺柴，不然那炕气多杠人呢。铺点啥呀？玉纸。玉纸。那天冷了咋办呢？咋办呢？电玉纸。电玉纸。那停电了咋办呢？咋办呢？
水笔。老爷，嘎嘎的。爸，你那散搂子喝多了吧？啊，你教的啥呀？黑话呀？点辣呀！我这意思还没落呢，点啥辣？点辣呀？你快点把你的助听器带上吧。啊，我就不想带，带完了会心烦啊，听事儿太多。你瞅给孩子教的一嘴大碴子味儿，那跟同学交流都得靠翻译。你懂个六子啥也不懂，闺女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流行双语教学，多一门语言那就多一份出路。是是是是，那是真多一条路啊！咱爸教的太好了啊，给咱姑娘这路啊彻底整堵车了。啊，堵哪儿了？堵哪儿？堵小学语文超车道上了。咋整的？哎，咋整的？你看看吧，这是他姥爷教的作文，来看看吧。看看，是不是叫老师给纳入教科书了？是，不仅要纳入教科书。还请你过去让你当非遗呢。你看这还生了你。来读。我的大佬。停，还大佬。啥意思啊？这个。咱姑娘在外面认识大哥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管姥爷叫大佬。那管姥姥呢？小姥啊。大佬小姥咱俩拜把子了。什么玩意儿这是。擦拉黑儿。擦拉黑儿咋的？二老是朝鲜族啊。不是朝鲜族，他这个意思吧？你说，那非遗传承人，你给解释一下子吧。都坐吧。再不是你俩，从小那家伙就不好好上学，就知道搞对象。现在好了吧？连个文章都看不明白。哎呀，这是多么唯美的一篇描写农村铺子里的风景的散文叙事书啊！爸，打断一下啊！怎的？那个栽愣是什么意思？撒愣的反义词。它的同义词还有拧叉、愣登、低了算卦、离了歪斜。你听听，什么玩意儿？天上飞着夹巧、麻铃和老愣。爸，老愣又是什么玩意儿？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愣，走起！我在东北，眺望北京。拿来一壶嗨嗨呀！哎呀呀呀！别嗨了，你继续念。地上跑着扁担沟、小豆鼠，还有一只燕巴虎。这是上天入地呀、啊！这一头上虽然累挺，但心情整的挺愉悦。撩回家一看，妈呀，衣服被汗爬的精湿。小脸远看灰尘暴土，近看造的魂化魂。姑娘啊，你去进屋待会儿去，我们跟姥爷说点事儿啊。二哥，妥妥的。以后你给我说普通话。那来来来来，你瞅让咱爸教的啊，别人的孩子是输在起跑线上了，咋的？咱姑娘乖起跑线上了，干啥呢？吵啥呀，我这助听器没摘，你注意点影响。继续。于脸泪啥意思？我没啥意思，一个没文化的要叫一个学文化的，你想想后果有多可怕。那是我爸，那是孩子他姥爷。那是我姑娘，多好啊。氛围就对了，家庭就得和睦。哎，其实我刚才都听着了。是啊，这都怪我，我也知道我自己呀没文化，我更知道我自己没资格教我外孙女。
可是我为啥老上你家来呀、啊？我就想啊，看看我闺女，看看我闺女的闺女，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的那啥。行了，你别为我吵架，我走就完了。两口子你和睦最好，你俩过好了比啥都强啊。哎呀，对了，那个莲莲呐，哎，爸也跟你说一句，你闺女是闺女，我闺女也是闺女。她生气了，你帮我哄哄她。老贾呀，我来了。你咋又来了呢？我这煽情的。你让我来，给你外孙女拿一个拍立得照相机，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照个照片儿。这更不对了，什么一家四口？我这刚要走，啥一家四口？一家四口的，那就给他们一家三口拍。那能行？你说最后再照个全家福，留个纪念。你忘了？啥叫最后啊？啥叫留个纪念呢？我知道，但我不能说。方叔，你说。我能说吗？我嘴多严呢。方说。怎么能说？但是说。看到他我就得说两句了。你们的爸爸早在半年前就把我的房子给卖了，豆腐厂也给我兑出去了，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。去哪儿啊？那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，不夸张地说，全是老太太呀，各样色的，琳琅满目，有长头发的，有短头发的，有卷头发的，还有没头发带假头发的。到底去哪儿啊？敬老院。谁？对不起，我看着他我控制不住啊。这是我的主意，闺女，半年前我就跟你方叔俩商量好了，咱俩这岁数大了，趁着有劲儿赶紧走。那敬老院的地方挺好，风景秀丽，好多老太太，我还说了让他先挑呢。爸，谁让你去敬老院的？谁让你去敬老院的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是我们的宝啊！哎，爸，是这样哈，你想想，你不看我，你看你姑娘，你不看你姑娘，你还得看你姑娘的姑娘，对吧，姑娘？老爷！哎呀，哎呀，老爷，嗯，你别走，嗯，我下回一定好好写作文，嗯，你走了，别带我去玩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快去。爸，嗯，那全家福哪有一家三口照的道理呀？那哪能没有你啊？我呀，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嘛。我这不，这我跟你方叔到那儿挺好的，你们想我就过去看看我嘛。说啥呢，爸？不是，哎呦，闺女你别哭，闺女，哎呀，你别哭，我从小就受不了你这眼泪，你这眼泪一出来呀，爹啥招都没有啊。哎，不许走，爸。老爷不许走。这老爷不，爸，你听他俩的吧。老贾，哎呦，你不许走！哎呀，我，那我不走了，你走吧。行，爸，你看你，爸，老花，啊，干啥去啊？咱俩这处一辈子了，你说我到哪儿就还能把你扔一边去？我跟我姑娘啊，都商量好了啊，你呢也哪也别去了。我姑娘给我准备了个房间，有个单人床，我把它改成高低铺，你呢就做一回我上铺的兄弟。我不同意，带脸吗？你不同意啊？我总起夜，我想睡下铺。那我在厕所边上给你搭个地铺吧，你这。过年了，咱真的，咱们一家这么多人，咱们搞点娱乐活，打麻将吧。这不行啊！麻将让你跟我房子一起给卖了。是吗？房叔，没事儿，咱有微乐家乡游戏。免房卡免下载不花钱还有奖，老好玩了。哎呀，赶紧干两把，干完两把包饺子。行，来来，过年喽！我先给你们照张全家福。来好。哎呀，来来，三二一。哎，闺女啊，
你是我一生的骄傲。嘿，老爸。